我哋而家砌紧呢一架车，一块应该放喺呢度。但系我觉得应该放喺呢度，我哋咁样试下。咁样砌都唔得噶，砌唔到噶。朗希唔想跟嘉明嘅方法去砌，令到大家都唔能够再砌落去。有时朋友玩游戏嘅方式同自己唔一样，不过唔紧要噶。就算这个不是自己玩游戏的方式，我们都可以学习跟着对方的玩法一起玩。嘉明，你知不知道这块和这块可不可以砌在一起？看起来好像是这样，试一下。我会让朋友决定玩法，等我试一下跟嘉明的玩法先。好了，那我试一下。跟着怎样？不如将呢一块放喺呢一度，将嗰一块放喺嗰度啦。将呢块放喺呢度？系啊，跟住将呢一块放喺呢度，好似几好喎。嘉明叫朗希试下咁样砌一嚿 LEGO， 朗希跟住嘉明嘅想法，俾对方话事，咁样实在太好啦。我砌呢两只牌，我玩开唔可以将唔同颜色嘅数字牌一齐出噶。我玩开的不同，不紧要啦，跟你啦。朗希玩的方式和嘉明的不同，朗希讲出他的玩法，而嘉明亦都跟住朗希的玩法，那就是让对方话事。嘉明做得好好啊！有时朋友玩游戏的方式和我们不一样，但不紧要，就算不是自己的玩游戏方式，我们都可以跟住对方的玩法一起玩。有时先俾对方话事，或者下次由自己话事，我哋俾对方决定点玩，跟住对方嘅玩法一齐玩。